早上好呀，小朋友们，现在收割机要出去工作喽。哦，收割机开错路了，倒车调整方向，小心呀，收割机后边有一棵树呢。不好，收割机把树撞倒了，植树车要到林地里去挖一棵树。它来到林地喽，开始倒车。要把这棵树挖起来，放到车上。赶紧回去吧。这是挖掘机，它也要去帮忙。它要把这棵倒下的树移走，勾起来，移走吧。你们看，植树车回来啦，停在这里。挖掘机过来喽，它要在这里挖一个泥坑。泥坑挖好了，植树车来把树木种下去。倒车，把树木种在泥坑里。树车任务完成，谢谢你，植树车，你可以回去了，拜拜。种完树还要浇水，出发吧，洒水车。洒水车到啦。开始浇水喽！好啦，浇水完成，洒水车真是棒棒的。收割机过来看一眼，哇，你们看，树木种好啦，收割机可以出发去工作。正在农田里认真工作呢。哦，收割机好像出现问题了，糟糕，它的车轮子坏掉了，这该怎么办呀？没有关系，我们有吊车，让吊车出去帮助收割机。还有平板运输车也要去帮忙哦，出发吧。吊车和平板运输车都在路上啦。哦，你们看，他们来到农场啦。吊车准备，先倒车到收割机旁边，再升起吊臂，旋转到收割机上空，放下吊钩，把收割机吊起来。哇，收割机在空中转起来啦！把收割机放下来吧。好啦，吊车的任务完成啦，谢谢你，吊车。把收割机送到维修站吧，开始倒车，转弯，我们
回去维修站喽。经过十字路口，吊车回到车棚这里啦，开始倒车。还要在车棚里停好。吊车今天的表现真是太棒了。平板运输车回到维修站喽，赶紧让收割机开始去维修吧。收割机开到维修台上面来，把收割机升起来，先用机械臂把螺丝拧下来，拧下来啦，再把轮胎卸下来，我来挑选一个新轮胎，就这个吧。把新的轮胎安装上去，安装完成，把收割机降下来，新轮子没有问题，再往前后开一开，测试一下，一切正常，收割机可以离开啦。小朋友们，收割机又要去农田里工作啦。巴士正在快速行驶，卡车也在快速行驶。不好，有一大滩泥，他们俩要撞上泥坑啦。哦，巴士溅的全身都是泥，卡车也被溅得脏兮兮的，去洗车店洗干净吧。巴士也要去，这是洗车店，是挖掘机开的。卡车来到喽，嘿，卡车，快进去洗洗吧。卡车进入洗车店。哇，好多水呀！开始洗车喽，洗完出来啦。等等，好像没有洗干净哎。哦，是挖掘机忘记放肥皂啦。卡车再进去洗一次。开始喽。哇，好多泡沫啊！洗完啦，卡车变得亮晶晶的啦。嘿，巴士也来洗车啦。进去吧。没水了，挖掘机来检查一下。哎呀，确实是没水了，去找人来帮忙。挖掘机来到了车棚，洒水车帮帮我吧。没问题，洒水车出发。水车到达洗车店，巴士出来吧，停这里，让洒水车帮它冲干净。哇哦，都冲干净了，巴士可以走啦，洒水车也可以回车棚啦。垃圾清理车要去工作了，出发吧。垃圾清理车正在路上行驶。到了，准备
备开始清理垃圾桶了。放下夹子，夹住垃圾桶，升起来，把垃圾倒进车厢里。好啦，放好垃圾桶，收起夹子。耶！清理完一个喽，再去清理下一个吧。路过维修店，左转，到啦，开始准备清理。放下夹子，这次要清理蓝色垃圾桶，升起来吧。糟糕，夹子断了，这该怎么办呢？让装载车去帮忙吧。OK， 出发。经过洗车店，到喽。先把垃圾桶扶正，再把垃圾都捡回垃圾桶里。装载车做得太棒了。还有夹子哦，那就把夹子捡起来，然后焊接回去，再过来夹住垃圾桶，抬起来，放到夹子上，再把垃圾倒进车厢里。好啦，最后放好垃圾桶，收起夹子，垃圾清理车的任务完成了，出发回去吧。谢谢装载车，装载车也可以回去啦。装载车回来啦，倒车进入停车场。